你看又长又粗的，帮我下去摘一下。你就像他们说，哎，你俩你看这是哪里啊？大长春的田，包子好多的，是啊。正好啊，你行不行呢？我也行，车也行。阿弟呢？停车，停车。你要干嘛？上面那个地是我家的玉米地，帮我摘一下。哎呀，碰我？谁碰你啊？刚才是不小心碰到的。这玉米是你家的吗？是啊，现在玉米不是熟了吧？你看，又长又粗的。帮我下去摘一下。我没有这个服务，我只是拉客的，我没有义务帮你摘玉米。要不我摘多100块钱给你咯，下去帮我摘一下行不行？你看我这个弱女子哪里摘的这个玉米呀、啊、是不是？那你摘玉米又没有工具，摘个屁呀、啊、摘。看你长得一表人才的，放摘一下玉米都不行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难道会让你吃亏吗？我要赶着拉下一单啊，我都预约好了，赶紧上车走了。不过不帮我摘玉米也行，帅哥啊，其实我都看上你了，我让你帮我做我男朋友啊。开什么玩笑，没有玩笑，我都40几岁了，也都能当你老爸了。哎呀，年龄不是问题了吗？是不是像你这种大叔型的安全一点就不会跑路？啊，你下车了，我懒得跟你扯这些。哎呀，真的是我长得那么差吗？我长得金枝玉叶、眉清目秀的，难道你真的就看不上我啊？你不叫我就走了吗？帅哥有什么好好说吗？真的是，赶紧赶紧了，哎，不要扯那么多。真的不当我男朋友？不合适啊！哎呀，真的是你这种人啊，连我这种美女你都看不上吗？我停了，停车，停车。到了。干嘛了？你抱腰了？怎么会扭到腰啊？好端端呢、啊。刚才你说了100块钱，给你。哎，帅哥，你们那么辛苦拉摸的，一个月赚多少钱呢、啊？两三千可以赚到了。两三千啊？是啊，干嘛了？那么多啊！哎呀，帅哥，其实我还有个小忙，想要求你帮我办一下哦。什么小忙？帮我搬一下那个行李进去啊！刚才我不是搞到腰了吗？没有力气搬那个行李箱，太重了。叫你家里人出来拿就行了，干嘛叫我帮你拿啊？我又没有这个义务。家里面又没有人啊，全都去广东了，就我一个人啊。那我也没有义务要帮你啊，我只是收你拉个钱，又没有搬运费，是不是？要不我加多100块钱给你，帮我搬进去怎么样？100块？是啊，有钱不赚啊。难道你是傻瓜？搬到哪里啊？6楼。6楼啊？是啊。我看一下有多重去。看，嘿，可以可以。那你开门先呢？我开门。好。哎呀！哎呀！哇！收好了，100块哦。啊，好。哎呀，这个摸底了。那么帅，刚才在玉米地叫他带我男朋友又不当。哎，这个不是他的摩的车吗？我把他的车搞坏，等他今天晚上回不去，就在我家住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叮，摩的佬，摩的佬，好了没有？搬个行李箱那么慢啊？搞得我满头大汗的，搬了6楼，电梯都不装一个。哎呀，家里面穷就是这样子了。拿钱给我。100块，走了啊！要不进我家修一下空调，先带走。这修一个屁呀！不修。刚才又说满头大汗，是不是？哎，怎么不响了？还有油啊？是啊。你们这里哪里有修车的？没有哦，我们这里离镇上20-30公里的。20-30公里？是啊，这里又打不了滴滴呀，是不是？这么烂的路。那不是要拉了几天才拉得到啊？要不今晚你在我家住了。在你家住啊？是啊，我老表是修车的，他晚上才回来的哦。晚上回来你叫他帮我修啊、哦、是啊，晚上的话你一个人啊，去到我们那边啊，
山上有野猪的，我跟你说，荒山野岭的。那你岂不能你这个白菜被猪拱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对。怎么样？方不方便呢、啊？在你家？哎呀，肯定方便呢、啊！我住在六楼，我老板住在一楼。那我住哪里？六楼啊，隔壁那个房间呢、啊？哎，这样啊。是啊，反正你那个动静别搞太大就行，晚上有老鼠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只能这样了，明天再回去。那不就是吗？在我家吹一下空调先啊。啊啊啊！这娘们可不想好人呐。